倒车的时候需要打灯吗？不需要，倒车。好像不需要。倒车没有灯，没有灯。打什么灯？啊，没有灯，没有倒车灯，对。有倒车灯，后面两个白的亮的。它自己亮。啊，它自己亮。后面能看到。啊，它自己亮啊，那挺好啊，它自动亮挺好。这是看美国星语频道刚开始启动的打赏功能啊，这个是 PayPal 打赏，通过它呢可以扫描打赏，然后或者是也可以用 PayPal 这个打赏的链接 PayPal.me 就是我的意思，有个斜杠看美国星语这几个字的首字母 KMGXYY，然后这是微信打赏的二维码啊，扫码就可以支付。打赏的目的呢有两个，一个是打赏之后呢可以直接通过视频呢解答朋友们关于移民呀，关于美国这边的一些问题。第二个呢也是这边增加一些收入，这样呢可以能够让自己平时在公司工作的时间能少一点，这样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视频。也请朋友们理解。